我觉得我要去跟那个设计师哦聊一下天了，真的要聊聊一下我跟他的未来。哇，江塞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哦？别问，我只要带你去的一个地方是靠近工厂，不是靠近工厂，是离工厂大概有1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。啊，10公里吧呀？对，别问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你看我驾车驾了这样久，但还没有跟我讲要去哪里。这样子哦，我一直带你游车河外河嘞。不要问这么多，跟着导航就是了。是真的啊？对啊。你有说实话？怎么你这样？哦，还有声音的哦。肯定。走。准备好你的小心脏了吗？哇，真的啊，很美哦。美到，有没有美到？很少会看到黄色、米黄色的大理石这么漂亮。对，这个是什么石头 ？Patient Beach。这个 Patient Beach。对，它的名称叫做 Patient Beach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它的纹理路，很 grand， 就很像酒店的那一种石材，超漂亮的。超大片哦。对，超大片的。那一片呢？它的尺寸其实你可以猜到大概有多大片吗？过来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啊。你看，一只脚，两只脚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。六尺，差不多是这样哦。其实这个尺寸呢，大概是1550×1175，所以一片做到来它的那个尺寸呢，非常的大。然后如果 compare with 其他的一些砖来讲的话，它肯定会比砖来的大一点啦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哇，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哦，有没有美到？而且屋主还刻意选两种颜色的灯哦。对，就是我除了用 IVO 还有用这个白灯的那个效果来打出整体的那个效果，让整个感觉加上大理石会看起来整个很富丽堂皇。除了地上还有做什么呢？除了地上之外呢，其实我们还有做厨房的部分。这边是 island， 就是平时可以吃饭喝茶。住主很会享受哦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享受人生啊。坐在这边，配杯酒。嗯。可是现在没有酒给他。这个是什么石头？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 Nobel Carrara。OK， 这个呢，它不是天然的哦，这个是人造的，但是它人造到非常的漂亮。OK， 也非常的实用。对于一些比较担心食材会刺颜色啊，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顾客呢，其实选择用这个食材非常的赞，也非常的好用。对，除了 island 之外呢，我们来到它的干厨房，干厨房我们也是采用了同样的系列，就是Nobel Carrara 是人造的。很高级嘞，你看整个那颜色搭配这个白色的食材，哇，超高级的。啊、重点是屋主也非常高科技，你看他的这种插座全部都很 class， 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也是，哇，你看我都不懂怎样按了哦，那个。你就按一下，你就会习惯了的。来，除了这边干厨房这边还有 island， 接下来就是私厨房，来，女人的天下。哇，这个门大大哦。又到了广告时间 ，OK， 今天我们要跟你们来介绍。Marble 这个食材 ，Marble 这个食材呢，通常顾客都会选用来做地上 feature wall 或者一些 display 的地方。OK， 首先来给你们看一下地上，我们通常顾客都会选用一些比较斯文、比较没有什么纹路的来作为地上，这样他们看起来会比较整齐，不会那么乱。OK， 再来呢就是比较夸张的纹路，夸张的纹路。顾客都会选用一些用在一些小面积加 display， 像 coffee table、 dining table 这些地方。再来就是比较顺纹的，就是我们这 feature wall。 OK， feature wall 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们顺纹我们都接得到纹，这个叫 book mesh 的看法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类型的 marble，
记得联系我们以下的联络号码。我们回到影片中，再见。哇，这个石头超漂亮，这个是来自挪威的 Emerald。哦，有没有美？超美，你看，而且你看它的反光面，反光面，煮饭的时候可以照一下镜子，那睫毛有没有掉哦？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。为什么？哇，你看。哇，给你看，给老婆用超爽的，他老婆什么都可以塞在里面。哦，这个你看，他又可以直接 automatic 推完回进去。Accessory very good. Accessory very good. 嗯。OK， 我们来到地下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的那个接口的风味呢，我们是用手指是不会有触感的，是滑滑的。听到吗？超级的，超级的滑，超级的亮。然后哦，那个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，菲比，这次够力啊，这样够力，我就问他什么事，老板，他就跟我说真的是很够力，然后我就再问他到底什么事，真的是够力的美啊，他讲，哇，够力的美啊，对，而且哦，刚刚还有发现到哦，哇，那个滑到根本都不用还跑步机啊，对，听说有。你看，要买个健身的话，OK。然后除了地上之外呢，还有我们这个是特别为 Honor 做的一个祖先台的桌面，哦，所以还特地用红色的哦。对，就是迎合他所需要的那个需求还有颜色，所以帮他搭配的。啊，国良来到这边的话，要跟你讲一下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 skirting 有点特别？是因为我。通常看外面哦，都是妆有凸出来的。对。那么迎合现在的设计风格哈，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很多都设计师都会采用把脚线埋在墙壁里面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除了美观之外呢，然后呢，壁纸大壁纸灰尘在上面，或者是一些灰尘，有没有？啊，你的嘎嘎每天要抹来抹去，很辛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为了减少嘎嘎的工作，然后再来也不会让一些肮脏的灰尘藏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对，而且它也不会那个什么，不会顶有东西顶到，你看厨都可以，你看厨都那边都可以直接塞到进去，美美哦，你看，然后脚线就不会影响它哦，然后你看如果有脚线的话，它一定有凸出来一个缝的，嗯，没错，嗯，这个真的是特别的，嗯，美观，对，然后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，你走进来那一刹那，你其实你觉得这一间是什么一个款式的屋型，感觉好像哇，整间非常漂亮，然后好像这个很像是一个 bungalow 这样子了哦。对，其实由于设计的关系，然后再来再加上米黄色的大理石，所以呈现整体上的感觉非常第一，非常的 grand， 再加上灯光的效果打出来那个整体的效果非常的棒，所以有感觉自身好像在酒店的感觉。对，超像酒店，天天都在度假，有没有？我就是不敢乱讲，我怕讲哎很像在酒店这样，太 over。对，其实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所以在这个它是属于一个 terrace house，terrace house 是双层排屋。对，所以双层排屋也可以呈现出这种像酒店式的 style， 所以不要觉得小间是不可以完成这样的感觉。真的，整间看起来超 grand 的。对，那我带你去楼上。OK， 走。哇，你看这边设计都很美嘞。嗯，有 feel 是不是？对。今天我不是带你来开房，我是带你来看房。来，我们先来到主人房的部分。哇，你看，都很大间耶。是，所以我就说啊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其实最重要也是设计师啊，设计师把整体的那个视觉上效果，还有规划的那个程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可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介绍设计师是谁。啊，别急。等一下再跟你介绍。来，我们先。喂，展开。开到没有？喂，这边。这边是一个walk-in wardrobe， 我们叫做隐藏式的那个
橱柜。哇，超高级的。哎呦，美到女人的、女人的梦想哎，女人的地方。漂亮哎，不过那个衣服哦，要整整齐齐的，要白色就白色，粉红色就粉红色，老公穿什么底裤颜色全部要放好了，不然一目了然，有没有？超美的。哇，这个梳妆台，哎呦，美到、哦！哇，很像你的家了咧。很像哦，很像像哦。哇，这边可以放点手表，这边可以放点首饰。哇、哦哎，还有领带那些，哇、哦，漂亮。重点是手表不够多，太多格了，我要买多点手表的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呢，除了这里之外呢，我们来到厕所。厕所。哇、哦，看到这边，又是石头。对，像不像我们楼下的那个石材？对，其实是一样的石材来的，一样是来自意大利的 Nova Carrara， 然后呢，也是来自意大利。我俩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呢？你猜，你看。我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啊，全部很像一粒半两吗？啊，不是，其实呢，这个是我们是以45度的那个底裤来接，把这个帽子接下去的，所以你会看到，哎，好像整副都是一体的。是哦。对，而且不过很像没有线的嘞。当然，其实这个也很考功夫，所以、我们在细节上也非常的注重，像这种角度的问题呀、然后磨边的问题呀、确保不会有那个崩脚啊，或者是割手的那个迹象。我们去还有什么地方啊？带你去参观其他的房间。Let's go。我们去另外一边。哦，这边有谁的房？大姐姐的房。大姐姐。对，大姐姐的房。这样我们进去吧。哇哇，整间很大件呢。是，漂亮哦。哇，你看。哇塞。大姐姐的衣橱也很大呢。哎呦，发现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哦，还有一个镜子。够自恋哦，你过来。OK 啊，我觉得我要去跟那个设计师哦聊一下天了，真的。要聊聊一下我跟他的未来。是未来的房子是吗？未来的房子，跟你聊一下吗？来，我们还有一间房是不是？对啦。这个是小姐姐的房间。小姐姐的房。对。来到小姐姐的房间。喂，这个我感觉小姐姐房间好像比较大哦。对喽，我整间看起来这间好像比较大嘞。而且你看它双人床。哎呦。喂。真的是好哦。真好。是好，哇，这个衣橱也很特别哦，很大哎。哇，这个你看，爸爸没有偏心， okay.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有一个镜子。哇，你看，OK， 这样我们就带你去到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哎，也不是小哦。不小啊，这间。可以开。来，我们来这边另外一个。哦，这边哇，很大耶。你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大？不知道，屋主要做菌的地方？不是。我又有看到那个洗东西的地方哦。对。然后你看还有这个可以晒衣服的。由于这一间是 M lock 的房子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屋主他其实跟设计师有商量，就在这个空间，他需要来做洗衣间，所以晒衣服啊，我也没有设的国旗，基本上都不会给人家看到，就是。我觉得屋主有点浪费，你看这么大的地方。对呀、对呀、哇，你看，还有屋主这边这个阳台特别漂亮。就是晚上思考的时候。超美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说，双层牌楼也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很 grand 的一个房子啦。就是除了靠设计之外呢，材料的选择也很重要。对。哇，很累啊，今天。哎呦。天气又好热哦。哎。
不过哦，很像有一个东西你忘记了嘞。嗯。今天我一整天一直问你，那个底赞的是谁，你都还没有跟我讲。OK， 那个底赞呢是来自 STT Renovation，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他了解更多的详情，了解更多的未来关于你家的知识，可以联系他们。联系他。OK， 好，影片的最后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支影片，喜欢的记得帮我们留言、按赞，还有分享我们这支影片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 ，OK， 记得留意我们 Facebook 主页、Instagram，OK，、okay?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，经常我们会有 share 很多的 promotion 在里面 ，OK，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留守我们 Facebook 哦 ，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回来啊？累哦，你啊？我真的累哦。可是你没有觉得我这边好像有点东西不一样下面？哇，这个哇石头的哦。呀，这个也是用大理石来制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tissue box custom made。哇，超漂亮！你看，哎呦，tissue 纸好来，要文雅一点，因为大理石是很休戚的东西。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除了这个呢，国良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。喂，哇，这个哇，你看。猜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这个啊，有点 marble 的 texture， 可是又这样轻。OK， 这个是设计师特别为顾客做的，设计的哦。对，是用木做的，然后用那个有 marble 的 foaming， 但是。我们也是可以用大理石来做这个整个效果的感觉。哇，用大理石一定很高级的。对，嗯，下次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了。嗯，然后有一个秘密，如果你跟你的老公吵架，或是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，可能你可以拿一个丢啊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子够力喽。